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，嘿，巧克力。今天我们五个人要一起来演讲跑跑，嘿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oco。Hello， 大家，这里是小优衣。安南，大家好，我是宝宝。哇，跟你们讲啊，宝宝，这个是妈妈的主场啊，大家。真假的？上一次我跟妈妈玩不得了，她从那个最上面哦，直接砰掉到最底下。哇，太强了吧！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这是主场？直接砰！没有，他那个不是直接跑，地板承受不住。对，重力加速度，我懂，我懂，重力加速度嘛。怎样？地心引力抓不住你、这个地图非常的简单，就是等一下呢我们会在最上面，然后要不断的往下跑，跑到最下面，那过程当中会有岩浆在后面追赶着我们哦，对，所以跑得慢的就会被岩浆给掩埋。好，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道具可以使用，第一个物品是 TNT， 它可以让脚下的那个阻挡的直接破坏一层，就是直接往下一层的意思，对。当你有时候迷路或是怎样，就可以用这天梯。那还会有一个加速药水，就是速度，它是一用直接使用，不用慢慢喝。然后还会有，对，直接喝，对。然后还会有缓速药水，它是丢纸的，可以害彼此。还有蜘蛛网可以困住彼此哦，好帅哦。还有自己粘自己。不小心，但是 Moco 你没有，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，直接坠落没关系，就是坠落。你是那个 TNT 好几颗的那种吗？那还比什么比？你给我第一就好了啦。然后它的道具还有一点很特别，就是它每一个颜色层啊会再重新补给道具，但是是不会累加的。所以建议就是道具就是能够早点用完就早点用完，对，好 ，OK， 就是这么的简单，好不好？那总共有七个地图，七个关卡，我们就来看看谁最亮亮亮。大家也别忘了 pick me， 在右下角点个喜欢，按个赞。那么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直接 difficult 就是最难 ，difficult，、对，因为我们上次发现就是。简单的都太 easy 了，哈扣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好 ，OK OK， 那就直接嗨起来！哦，你好大，要找洞钻，找洞钻，走开，走开！哇哇，你们好快！哇，蜘蛛网太会了吧！好坏啊！哇，这缓速药水太会了吧！哇，好爽！当先一飞冲天。哇！这蜘蛛网真的不会放哎、哦不，我死掉了！好快，一个人死了！我踩到两个缓速药水！哇塞，谁这么坏？太坏了！太废的，太废的了！我很自杀！巧克力现在啊，我死了！哇！还活着？滞留药是滞留药水吗？有滞留药水哦。对，他滞留。好好坏哦！那好缓速是滞留。对，这么夸张？那我慢慢来放。啊！哇！没事没事，走错边了，完蛋了啊 ！MRC 啊 ！GG！ 看来走错边，第一场输赢。哇！太强了！好猛啊！那我们等一下 peace 一点，好不好？到了第一个那个补给站的前面，不能陷害彼此。好，好，好不好？就是第一个补给站之前都不能用那个蜘蛛网跟那个缓速哦。缓速好，那就来四打吧！噔噔噔噔，不要挡，很挤哦，很挤哦。用了 TNT， 用了啦 ，TNT 用了啦，用了啦，用了啦，用了啦 ，MCO 用了啦，不要啦 ，MCO 在前面呢 ，MCO 没有 ，MCO 超快的，我天哪，太快了吧，太快了 ，MCO， 哇塞 ，MCO 这么快，啊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哇，我被自己点到了 ，MCO 真的，哦，会有事。哎，不要！哎，等下，我的药水用 Q 到了。小雨手，好捏，好捏，粘都是我啦！粘粘粘的哇，这个环，哇，这个环，
啊，是杰克，是杰克，是杰克，不是我。杰克换，杰克换，杰克换，终于来陪我了。啊，小雨跟默默死了是不是？啊、我还到自己了。啊啊！我死了，还到了，哎呀！杰克，杰克，我还留下一个，可恶。没人了啦，是我了。身体，快跑！我跑得完吗？哇！你不能死，危险危险！对啊，你把我们都弄了，你这输的话，对啊，还是说不过去，说不过去啊，说不过去！不要！啊！可恶，差几层啊！你说差很多，差一半吧？你看抬头看那岩浆，还差一个颜色，嗯。所以你跑在前面也要加油，这一关我们可以再来一次。好，来，刚刚是不是害到很多人啊？是我害到超多人，我还害到自己，真的是超级互相伤害。哇，妈妈直接一马当先呢！谁要缓降缓速？哦，谁？谁的缓速没了？说好的第一阶段呢？我正喝加速药水。MC 啊！你现在 TNT 要不要？我帮你放 TNT。我气死了！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啊！哎呀啊！我昏倒了！不用好不好？哇！天哪！哇！走错路，走错路！哇，这蜘蛛网系，哎呦喂啊，阴险啊，很完美，哎，完蛋了，救命啊，有漏洞，快速放的一定会有漏洞，杰克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后面都还没有人死吗？我都还没用你们哦，好像说得很好，哎，你一开始那个漏，我这一次我要赔罪啊，我不敢啊。你也知道啊，对，我都不弄东西了，行不？啊，行，小雨，我们两个加油啊！谁没了？没有，我还在努力，我在努力。波波呢？我在努力啊！我们都在努力，大伙加油！哇，前面有很多的洞，尤其是妈妈洞超级大。忘了，我用掉了。哦，哇，妈妈先的，哇哇，好猛哦，好猛哦！一秒，各种差一秒。哎呦，都过了，都过了，全员突破，哦，都过关，天哪，哦，差一点点呢，哇，好猛哦，学到了，也是合作游戏啊，是合作游戏，对啊，而且你是跑在第一棒哎，所以你126其实你是可以算是这个、哦、legendary ball， 就是历史成绩。嗯哦，那个三个我一开始之前第一个跑了。好的，来哦，那我们按照 table 的顺序，现在才两 round 而已哦。好的，第三 round 来了，哇，很厉害，麻麻的，这看起来好眼睛好花，对，这个好难分辨。可以，来加油。也是一开始不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一开始弄，就从头到尾都不能弄，像刚刚那样。我刚那一集。大家要想一开始不弄，后来都不弄，有没有就可以像 MOC 一样，非常的666了。TNT 了啦 ，TNT 了，大家不要犹豫。不要犹豫。哎，犹豫都没了。迷路了 ，QQ。找不到的了。No， 又走错了。下来，开始了。啊，走错边了。加速，赶快走。完了很多环的，我那个一路一堆环啊！我用你的洞吗？我用你的洞吗？你洞用了没？我走最快，用了。哇，你们真的好快啊！我的天，你真的很厉害呢，真的。往下哎，天哪，真的，还各种小雨。我这边是小雨，哇，这个好大洞。哇，杰克加油！你不要再丢了。
我跟鸡，我要鸡都弹出来了。哇！我直接又完赛了，好快哦！太险了，过了，要过了，要过了！小云救我！哎，终死掉，唯一败的。第四章，这个是 Ender 的关卡，终极关卡。哇，是不是应该针对一下妈妈了？可以。他跑太快了，跑太快了。你是我们真的没有，我觉得我他的洞真的很大，很夸张。我刚在后面就一个直直的洞，通通通通通下来。什么叫做通通？通通通通通。对啊，赶快天梯了，不要犹豫了，光子耀。天梯了，哎呀，都没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我呦呦呦！光子耀走得快。哎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战争开始了。哦哦，火是要水，弄到你了，白痴啊！啊！这个啊！哇！哎呦，我是要死了，我是要死了，爽爽！三个黏在那里，哎，快去了，快去了！小雨啊，小雨你快了，加油！我觉得完了，危险哦，太远了！哇，有人要挂了。哇！太惊险了！哇哇哇！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！我到了！我终于有一次终于自己完赛了，我的天哪！零二零二零，在座三位加油！好，高哥，九九九！哦哦哦！妈要一马当先了，是不是？没有。我每次都冲超快的，为什么？对啊。哇！他可能嗑药啦，用了啦，用了啦，用了哟！啊，你们追好快哟、哦！用了啦，就用了啊，用了比较快啊！哇哇，完了完了！啊，完了，感觉不太妙。啊、哦，缓到自己了，感觉不太妙，完了，这要死掉了！啊啊！死定了，大家死定了，快点，快点！不要！谁？不要了！谁？快出人命！啊！又被还了！我的天哪！啊！又被还了！出人命了！出人命！啊！小雨很前面啊，你千万不会出人命啊！我害怕！小雨在哪？我的天，完全没看到！小雨在很前面！哇哇哇！这么强！快笑死了！哦，缓速药水别啊，巧克力，怎么了？那缓速药水别啊，那蜘蛛网别啊，放一下嘛！啊，我死掉了，放一下嘛，至少让差好多，让后五来者啊！屁啦，这蜘蛛网！你们前面小雨在哪了？小雨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呀，小雨，哎呀，哇！哦、你们后面两个别互相伤害啊！啊，有，我们胜，至少还是过一秒之内，真的。来哦，现在是第五六第六关咯，好 ，OK， 倒数第二个咯，大伙加油！好，噔噔噔，紧张紧张，紧张紧张。我这次我你们怎么会冲那么快？哎呀，哇！我跑死路了，完蛋！我完蛋为什么一开始会有死路？对啊，有啊，冲过头了，一条直接冲过头就死路。用了啦，用了啦！哇！看到小鱼用了！哇哇哇！哎！哇！哎呦！战争开始了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大家冷静！哦哇！大家冷静！幻术药水，连幻术药水，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呢？天哪，三个幻术药，我走。那你一定是后面啊，我只有一个幻术啊。啊，我死掉了。哎、欸，哈哈。MOS 幺，看你们。啊啊 ，MOS 幺，看到不过。
完蛋了，我好像不行了。哇 ，MCR 你这人，还是要水 ，MCR， 不不不 ，MCR 是坏人，我看到，哎呀，不行了 ，MCR 恶魔，你们这三个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我的天。干嘛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侧面好有趣哦！对啊，侧面真的很有趣。杰克嘞！杰克两个环节，杰克，杰克，怎么死了？啊！看到自己了，摩克，摩克，我摩克先。那是个直线。哇！直线下来，哇！好累，好累，好累。零点三五，就差零点三五。你们很接近哎、欸，刚摸超接近，是 Moco 运气好一个，我运气比你好一点。来，我们最后要让贫民区的三位PK 好不好？我跟妈妈等一下直接就是勾勾带，勾勾带，看你们三个人比出一个胜负，好不好？好，可是不会手软哦，很拱哦，所以手都是硬的哦。对，我手都是你的，让他们三个人比吧。好，黏你，黏你，黏你，怎么一直开始黏了？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哎呀，我直接死掉了，死掉了，死掉了，死掉了！我哎哎，现在是杰克领先暂且。不要加加油！我们走他动，走他动，走他动！对对对对对，别怕，上不上？哇！不不不不，一时混乱了。我小雨这边直接。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两个，两个，三点，波波也在后面持续努力追。哇！基本上他变成一个蜘蛛王。哇哇哇！黏黏，这，有有有，弟弟还是很靠近。哇哇哇！啊，我会自动黏。波波加油！波波可以，波波可以。不行不行啊！你加油，你可以。直接先贴近，贴近加速。喂！哎呦！哇，这个前面的对决好刺激啊！哎，走上边！这个泥路，哇，这个泥路有一点亏，有一点亏。哇，直接被领先。哎，但至少还可以走左边那么动。躲自撞，躲自撞。哇，这个很重，很疼，很疼，非常疼。哇，好慢，好缓，好缓速，好缓速。这是谁会获胜？谁？谁？哇，这有三个，还有三个，很近，真的很近。很阴险的这个人，什么东西？番茄领先，回头放啊！耶！三，八宝，哎呦，走错边了，最后排名，找不到。哇，贫民区之王，贫民区之王，好像没有很强。贫民区之王一直回头放那个，贫民之王那是什么？还是贫民？还是贫民？Q Q Q， 对吧？我觉得大家非常非常的刺激，不晓得大家觉得五个人一起来岩浆跑跑如何呢？这一次的冠军果然是超级能够造成超级巨大坑的 MRC， 超级巨大人形 TNT。喜欢今天这部影片，喜欢这个系列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，留言并且订阅我们，咱们下回再会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本次的影片的话，别吝啬你的喜欢，给我们一个鼓励。订阅之后记得按下小铃铛，第一时间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！完了完了！啊啊！